没有，我只是，但是在很久我还没有参选的时候，我也是在一个参会有碰到蒋万安跟他其他团队的哈相关的市议员，然后那时候大家很多人都在好像觉得蒋万安在选举的时候不够积极，哈，所以很多人劝他要变成战斗形式。那我只是很良心的、很善意的说，以蒋万安的形象，哈，做这种太过于剧烈的动作，恐怕形象不相符，台湾对于选举上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我是建议他的团队，啊，当然我是不自量力了，不过我也是一片好心，啊，就是说以他的形象来塑造他的人设，那进而来设定相关的议题，对选举应该是比较有利。陈时中说他有给你形象建议，不要变成战斗型，他说他是好心，但没有被采纳。参选前说万华是破口，参选后说要疼惜万华，参选前喝红酒，参选后吃泡面，才是真正变了一个人吧？你们不觉得陈时中参选以后，才是变了一个人吗？不太一样，